如果你们三个人可以向哆啦 A 梦要一个道具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最想要任意门，因为一开门就到下一个地方了，都不用花钱买机票。没错，你呢？我最想要时光机。为什么？你是因为有做错什么事情想要回去？你想要弥补什么吗？好，也不是，我会觉得时光机可以去未来，也可以回到过去啊，也可以去任何地方啊。好，那如果你想要回到过去，你想要回到哪一个时间点？哎呀，我要去未来。未来？你要去未来干嘛？你不喜欢现在的我们是吗？没有，我想要看未来我们之后们会怎么样？会不会100万订阅？你就算给你到我们100万订阅的那个时间，可是。我们这20万到100万这么精彩的过程，你都没有参与到啊？对啊，有啊，我还是会参与，我只是想要先一步去看未来怎么样。那个鱼尾纹。等一下，我们100万订阅那么久吗？不知道，你呢？你想要什么？我也是最想要任意门，真的，它任何地方都可以去，而且你就这样开门说，我要去赢家，哇，赢家，然后我在洗澡，啊、对，然后在洗澡，我要去赢家的厕所，结果是赢他弟在大便。我的镜像嘞！哎，所以时光机是不能说我要去哪就到哪啊。啊，你要去哪？我要去环游世界啊！没，不是你应该没看过哆啦 A 梦的那个吧？你现在进去的话，那时光机有入口跟出口，出口永远都是大雄的书桌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对，所以你要先买那个大雄书桌，所以你要的不是哆啦 A 梦的，要的书桌。好了，时光机任意门，任意门。没错，你们想要什么呢？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拜拜。